丽丽是三号机长，我是丽丽。妈妈是小师母，我是丽丽。那今天有三位 YouTube 来，这只不算。有三位乘客来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做啥？他是玩偶小师傅，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在这里做啥？我来吹一个口哨。有没有那个压到你的手？没有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哇哇，这是我的那个耶，我的爱学语。我的爱学语。我来解开。我会解这个，这个结我就会解。有时候会解久，有时候会解快。这有办法。看见他才能解开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小，拜拜，这是我的爱学语，爱学语。你看他可以坐在这里，爱学语，爱。我把爱学语掉到下面，我来做哦。看我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吃饭时候我先做。对。嗯。我下次这样子做一下，喵喵喵喵喵，就吃得到。吃食物干嘛？它是我的小宝宝，爱继续。我看一下。再给大家看。是我的片子吧。的妈妈看下我哦，好口呢啊，还没解了啊！小黑黑的吗？你又是他，大家好，我是丽。今天呢，我要来看一下的是我的爱学座椅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爸爸会把爱学座椅的匣子都来这里。这个就是我的爱学座椅。美工刀，啊？好像也是没有。哇塞，这什么啊？蜗牛。只有蜗牛而已，对不对？来，妹妹先吃着莲雾来。谢谢。对。好。宝莉。可以吗？你就在这一个小洞。这个蜗牛是什么颜色的？灰色的吗？对，灰色的。两颗都是吗？对，两颗都是灰色的。好小只哦！我们就把它绑在安全带上面，安全带拉起，安全带拉起来就可以这样靠着。你看爸爸，就这样，爸爸开车也可以用这个，这样就很好睡。不是那样子，这样开车其实会不好。闭着眼睛睡啊，单手闭着眼睛。他不是那样子用的。哦，睡美人要怎么才能醒过来呢？他就是这样子。睡美人要怎么样才能醒过来呢？哦，有口水的。来，再吃个莲雾。再吃个莲雾，好。谢谢浩克。收。有没有先 ending 了？知道。快点 ending 了。我先吃完莲雾。好。那等你吃完莲雾呀。我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赞，好记得订阅我和分享影片哦，再见，拜拜。